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自助餐拿到整个的榴莲。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今天我们在昆明看到这个海鲜池没有，据说是昆明海鲜自制的天花板，主打的是波龙不限量。哎，你好，这个龙虾怎么拿的？龙虾在左手边，那边在专门有人在杀。哦，杀好了拿着。每次一份不限量啊。这一块是兰花蟹，海鲜种类还是蛮多的。黑虎虾，挺大的，生蚝个头也可以。鲍鱼，这一块是刺身区，海参、生蚝、鳌虾的个头有点小，国产的鳌虾。三文鱼，哎，这个是蒸榴莲，可以直接拿吗？师傅，这个榴莲可以直接拿吗？不是，叫他们开的。这边排队拿龙虾，这一块是铁板，